予伊天恩互动，保我分离每到一刻，上帝为我何物自属，国何安乐？圣公应许，设诸全民皆敬服之。武德上交，有空老幼富力正常。中华民国112年5月12日，岁主癸卯年3月22日，天皇天上圣庙，千秋圣诞，吉良辰吉日。今日初六殿堂乡主任委员吴胜阳，副主任委员杨昭信，定义老主廖正明，委员吴秘书张干贤、陈中和、林雕全、陈进德、吴庆峰、吴秀英、丁秀、张素月、蔡碧珠、张秀尊、张佩玲、甘淑福、李春喜、张素月哦，两个哈，张素月、丁。丁香六尺，恭敬朱贤信、朱贤信等众神明，率全体委员信众及善信男女，备金币、香火、蝶果，专修之仪，顺道教之科仪，敬献祝文，供品诞生，聊表祝寿之神。天上圣庙，受福宫，上殿为我，为四方，献功献血，万民用，武则公庇，降吉祥，诸皇千秋家旗，殿当中，全体委员及信众人等，朝奉圣世，天日天文，感天地在，福之宏恩。何日何日观教民之孝德，自恩有万，报答有余，真诚诚诚诚心，福益在界，行礼如仪，实在端正，焚香化所供足，圣庙慈悲，圣德从天，忠孝得义，通行灵体，名扬先进，传下。高圣道统，救苦救难，庇佑万民，天上圣庙，主公普照，四俗之风调雨顺，德保万方之物入面空，庇佑民顶经代平安，事事有幸，不疾无灾，万事得吉，德业兴隆。所求如意，即殊胜之福矣。上奉佛光，献诸教感，弟子主任委员吴胜阳，副主任委员杨昭信，殿宇老主廖正明及众信师等，叩谢神恩。天恩岁主，癸卯年3月22日，拜。再拜三拜一面，大家相照见吼，哎，一个天上圣庙吼，普贤菩萨啊，今日是咱立首，殿堂中有主任委员吴胜阳，大领咱的这个殿面老主廖正明，是咱全体委员吼，频道合作地主。啊，金王先天上圣庙，圣诞千秋吼，啊，敬仰咱的圣庙吼，就万寿无疆安尼吼，啊，这个苏文斌、何文斌吼，啊，咱上至各种敬仰，啊，成三十公里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谢吼。走。
来，这香蕉哈，香蕉好酱哈，再用点香蕉料哈，
诸行菩萨应三觉经内一觉经，再觉经，三觉经内行。就是。光吃别人割的。蛋糕，你都。哟。没有东西。还有壁纸的，再来。壁纸加起来。哎，老杜啦，哎，老杜，老杜。来，毕姐。毕姐，两把回去，好吧。欢迎。
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贤。Thank you.